好，所以是哎，有什么用？嗯，有死了吗？死人了。哎，傻小。哎，我现在跟你讲，现在就是有两个疑惑点，就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在装虚吧跟虚，就那么简单。我觉得是虚吧，虚吧，因为我不是啊。哎，不行，不能你。哎，这个秒投感觉就是他吧？没有，我是投你没错，但是我原本是要取消，因为我绝对不能秒投。其实不管怎样，我们都赢了中野。啊，因为你们刚到一个人要40秒，啊，我现在把你其中一个投掉，等下去按警报，再飘到你们其中一个就赢。我跟中野不可能是啊，杀光就对了。对啊，飘到对为止。那先投虚吧，聪明，投虚可以。先投虚吧啦。哎，不要你们不要跑票，哎，你们玩拿出必胜。看，完了，在搞哎，中野。不是啊，你们两个太慢讲了吧？你太快投了啦，怎么太慢讲了？啊，还没讲完就投了。这样有危险哦，反正我先行啊，你们加油。Bye, have a great time. 我还是做我的任务好了。赶快吃。哎、欸、哎，在 CD 啦，不用 A、欸。不是，会议室在哪边？就刚刚就从整点啊。会哦，你刚刚有跟我遇到吗？出去的时候有。那反正你是往左边走，左上走。我刚刚对你发出什么声音吗？虎视眈眈看着我。没有，我只听到你讲说我要去，哎、欸，我要去捡那个，你就跑掉，声音就没了。说我吗？我的声音？嗯。那我刚刚好像遇到伪装者，因为我对他伪装者发出舔东西的声音啊。他不可能回你啊，他回你又不是我的声音。对啊。如果你看到我的话，那就不是伪装者，那肯定是伪装者装的。那虚吧为什么要变成我？你是想要积怨已久，员工积怨已久。是啊，我一开始不就讲了？没有，一开始就只有你们两个有嫌疑。回去插钥匙啊！啊，你回去插钥匙、欸啊。我有插钥匙任务、欸。他妈那个钥匙你是要插多久？啊、不是哦，我刚刚快插完，然后就举报啊。好，虚霸投。对，虚霸有洞，还在插钥匙那边有洞。抓到了。Gotcha, bitch. 哎，哎，一定这个太久了啦，那时间太久，刚插三秒就可以刀他，很不爽哎、欸、哦。刀他就有这一堆问题了，因为我知道。啊，你刚你刚变他。高腰。对啊啊啊啊！又有那个模组，我又不能讲话。哦，那、啊、你还被我舔耳朵。哦 ，ONG，ONG，ONG， 啊？怎么有可能吗？我们这边是好人吗？难道我们是好人吗？我是好人，我是好人，我是好人。我要不然我去看有没有任务可以证。等等，过来，你们过来陪我。我这个很危险，这个需要一起走。这边太边边了，太危险了。跟你讲，集中营哦。这个图的另一边一定已经发生凶杀案了。哎、欸。虚吧是不是已经死了？虚吧已经死了，凶手啦！你就是凶手，是啊，就是你。他如果死了，好，走。好，虚吧，你死了是吧？走。哎、欸，怎么可能？哎、欸，我哎、欸啊，中野跟我，中野跟我，因为我确定你是好人，你跟我。哎、啊，他等一下如果没回来，我就是死。哎、欸，怎么样？好吧，让我做任务证明一下清白。哦，先告诉我为什么两个没有死、欸，为什么两个不死？那我扣脸。中野是铁好了啦，不管我是不是鬼，因为他自己应该有看到他在扫描，所以有看到。我说他是铁好，可是很奇怪，我刚跟 PW 躲在石头后面十秒左右，他也没杀我。嗯啊，我跟中野还有哈士奇这一团也没死的，虽然可能是因为抱团抱太紧，所以鬼根本没办法杀。这怎么办啊？对啊，这怎么处理？我觉得你们两个没道理不杀、啊，感觉是虚 key 啊。我也感觉是虚 key， 因为我觉得哈士奇，你先听我说嘛。我觉得哈士奇偏好的原因是他开场往上走，照理来说，如果他没那个任务，他不会往上走，因为没有人叠在那里。而且他走上去之后，很快就走掉了，他没有故意在那边等人去叠他。上面确实有一个刷卡，对不对？有一个刷卡跟一个拿钥匙，是那个飞机啊，对，飞机。可是我怎么讲，我有一个我任务，我刚刚有解一个，可是看起来应该是没特效，就是要把卡翻过来，然后放上去感应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解过，反正我刚刚中间有去解一个那个任务，感觉这个人话有点多啦，手上都。然后我觉得你们赶快，要么杀一个啦。其实我觉得杀我也可以，不然这场没了。哎，既然有疑虑就杀我，跳过。但是两票好像会过吧？没有过，没过。我就不信你可以刀掉我们全部，然后那个任务还没做完。好了，叠起来，叠起来，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叠起来。好了，叠起来，叠起来。靠墙壁，靠墙壁。按一下啦，快点！是我吗？不是啊，拜托你按一下啦！到底？哎、欸！
所以是谁？有看到吗？是谁？我没看到，我是真的看不出来吧？嗯，我大概看得出来，应该是哈士奇或 PW， 不是我啦。Shiki 的人物没有动啊 ，Shiki 的人物没动啊，啊，我是好人啊，所以剩你们两个、啊，因为他的人物跌在最外面，啊，他没动这样。哦，就是你啊？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啊、不是我，拜托不要投我，我在求饶，我现在很 begging。那我先确认。Could you not tune in now, baby? Baby.啊！我这样吊儿郎当是很像鬼，是啊，不会是我吧？以我的个性，我如果当了这么好玩的角色，我会在那边跟你们跟那么紧，不去另外的倒单的下手，在那边跟你演到这边，然后为了时长，为了影片，我觉得你会刀，我觉得你会先偷刀一个这样，然后装。对，我觉得你肯定会去找时间砍，难道要把 BW 处理掉了吗？好，我投 BW。反正鬼只有一个嘛，死不了嘛，输不了。这么自由？哎、欸，他自己投了，为什么你要略过？对啊，你要投另外的人，才至少才有机会存活、啊。如果有人疑惑的话，要有同票吧？对啊，啊，如果我们中间真的有人怀疑，你投票才有机会。Would you not do me now, baby？ 好。没？干嘛啦？还是坑车我？你是不是想杀我啊？我才不是、欸。你不是吗？傻小了，哈哈哈哈啊！周爷讲话讲到一半断麦，回去看一下鸡腿，哈哈哈哈哈！徐爸，拜拜。徐爸跟周爷刚刚在一起。徐、啊、爸，徐爸、嗯，他往左走，我往右走、欸，没吧？你不是跟周爷一起从左边出去？没有，在生命仪那边。那个不是，那不是你说有？啊，我在。你说有变形者？我不知道，可是我在生命仪那边待了一段时间，因为我有解刷卡，然后又看了一下生命仪，然后才忘。啊，我刚刚有解那个紧急任务，是不是？就是通讯的。我跟 PW 一起走啊，然后我们后来走到右上就分道扬镳，我就往右下走了，可是感觉蛮早的，都没看到你们。你说你刚刚解通讯破坏那个？对啊，通讯破坏在中间左边一点的雪地，是不是？后来我们两个一起往右上走，可是就走到右上 ，PW 在右上解任务。然后我后来就往右下走，后面我都没资讯了。你说你在右上看到他？我跟他一起从通讯破坏那边走到右上，因为我们刚刚都在那边解通讯破坏。啊，走到右上都没有分开，中间没有分开。对，都没有。就中间没有分开，可以也没遇到你们、啊。那时候就是在我举报前的几秒钟，还是有一段时间。嗯，至少十秒以上。十秒，他尸体是在中间空地啊，没有那么快吧？那就是虚巴啦。真的不是我啊，我真的是往右走。啊 ，PW 是往哪边走？你跟 Shiki 分开之后，啊，就刚刚往右，没有那么快。他在入口就跟我分开，右上到中间，我觉得没有那么快。去吧，不是我，反正我就真的是我刚刚那个行动模式。找到，就是，哎呀，鼠人呐、啊，哎，啊，我知道是谁 ，Shiki， 救命！Help PW 啊！你刚输 PW 对，结案，哎、啊，要抢先按嘞！我操！啊！做贼喊抓贼！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是我对天发誓，真的不是我。我刚才在点那个符、欸，为什么你刚刚怀疑是 PW？ 因为他刚刚这个警报响的时候，你在动啊！你有那么聪明吗？啊好，你说他没在动。他没在动，然后警报响完，他就才开始动。怕哈奇刀。哦，哎、欸，对啊，为什么一开始你不动？为什么是怕哈奇刀？如果你怕哈奇刀，你应该快跑啊！那快跑应该来不及啊，他可以穿那个什么管道吧？没有，因为刚刚我们不是那个谁，哎、欸，谁被刀掉？啊，那其实在CD时间内，我们投完一个人啊，其实还有40秒冷却时间，要等那个过完才能刀人。其实你应该要直接跑，如果在原地就有点怪怪的吗？嗯，你现在是开启了推理模式吗？根据虚爸讲的，你只要进入推理模式。就是你干如果现在是虚发他就直接投我对啊直接投你他还活着直接投你没有我已经看透这把了你们自己加油啊他、啊、现在要投掉一个吧对啊那你不可能我们任务做不完这样反而是我感觉我要选择因为你一定咬 PW 你都讲这么多啊 PW 投我或你都他有那么帅吗那么连续当鬼这么好好我投 PW 这么刺激啊！怎么是他？啊啊啊！怎么这样啊？啊啊！那么早，心情啊，不高。怎么这样？